哎，有那味了，有那味了，兄弟们，有那味了。讲究啊，兄弟们，带路感很强，感。呀，没事，这我待会喝点。来，我多带点表格。啊。好像我吃亏了，兄弟们。啊，是是是，再来四川三文鱼呢。你吃。太热了，冰一下。啊，滑子太滑子。叫你把钥匙放桌上，钥匙放桌上啊。那你呢？姐。哎，你好，那个，我们刚才走的时候，有个法拉利钥匙掉这里。啊，在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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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没事，没事。我还以为刚掉的。我以为掉这里。你要不要放好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我的是吧？嗯。哦，好嘞，好嘞。分一下吧，一人一半吧。你先吃，你先吃。嗯，怎么我先分一下嘛？你先吃嘛。薯条，嗯，干杯。说你们来一个，嗯，哥，你把饭钱吃完住哪？啊，我，对啊，饭钱都吃了，完住哪里啊？我没事，我自己安排是可以。这就是88块钱。分一下，分一下。我手好脏啊！看我，没事没事。有刀可以切。哦。叉子叉子切。专业。啊，要讲究一点啊。嗯。好嘞。无形装逼作为最桥洞底下，别闹了。那是昨天，今天我都找到表弟了，我还睡桥洞底下。你的表弟晚上我不用睡桥洞底下了。啊，不用睡桥洞底下。看什么？对，还不错啊。CBD， 干杯！吃汉堡必须配可乐。多久没吃了？想当年的时候，这种规格的饭每一碗都是吃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不行啊，这些表现。啊，好的，嗯，自然。等我发工资了，我洗一洗。好。啊。没菜，一个汉堡，一碗面，两人一分。你分面？嗯。面虾。嗯。
金表是我表老弟送给我的，价值30万还是块啊？30块。30万。30万。这玩意确定是阴性的，是吧？嗯。你要找一个什么地方买一件的？你可以找一找，应该可以。那边地库估计有点难找，下不去。黑酒的。有没有筷子？有点小费的吧。有筷子吗？筷子没有哎。叉子。啊，不用这个啊，不用，那是错的。啊，我要叉子。不要计较，表弟表哥。待会要留小费。能不能打包的呀？啊，能不能打包的？打包什么呀？什么呀？还打包啊？如果能打包，晚上可以当夜宵吃。应该可以吧？给我买。哎，我钱了哦，钱了桌子，忘记了，忘记了，钱不见了，钱不见就完蛋了。还要不要？嗯，不要了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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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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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点吧。不要不要。还有啊。不要不要不要。不吃晚上饿了，你吃一点。嗯，对，自带的，不好意思，我买单吧。我啊？哦哦，你来，你来，你带儿子，你买单吧。那个，你买单。好，我行行，我来，我来。加100，100方便，就不用数了。哈哈哈哈，要数好不行，我帮你一起数，这太麻烦了。慢点啊。你好，买单。好的。搞，别数错了。放心好了，不会数错的。一共多少？一共多少？一共206元。6块钱数出来。我数到多少？你我们待会你待会再过来，我们数一下。好，数一下，数一下，数。验钞机有没有？有。验钞机验一下不就行了吗？要拿到。对啊，验钞机验一下不就行了吗？把一块的拿。验钞机的话在里面啊。没拿里面。没事没事，我先数一遍，啊、然后他拿出去验一遍就行了。啊，行行行行行，啊，我这也是6块嘛。你数一遍，1、2、3、4块，好吧？你这些先放进去，别乱了。
206是吧？对，是206吗？啊，对，206元。06元现在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刚发的工资。啊，没这个没关系，没关系是啊、这薯条能打包吗？可以啊。不打个包，打包要钱吗？打包盒？嗯，要的。那不要打包了。89，这里89。这里89是吧？再给我11张，再给我11张。再给你11张是吧？等一下，这是6块。能数一数。哈哈。够11张是吧？啊，点一点，点一点。等一下，别急呢，这是106块。嗯，这是106块餐。对，不是206，还要是没了呀？那拿5块的吧。这是15了，这是15了。15，15，20，嗯，25，嗯，30，35，50，60，70。80、90、100，好，可以。再加一块小费。这是那个呀，这哦，钱给你了是吧？啊、哦，这是100、嗯，小费要多少？没有，来吧，大气点，6块，谢谢啊。你数过了吗？哦，没有。数点一下，点，我陪你进去点一下。哦，没关系的。哦，不用，我看着点一下。不用，让他点就行了。没事，我看一下吧。我们已经数过了。哦，行，你点一下吧啊。大喜，他们在笑我们呀？笑什么呀？我看一下呀。万一我们少了怎么办？万一对多一张怎么办？在哪里点钱呀？我去看一下。我好好的这么厚的一点钱没有了呀？哪里点呀？我看一眼。哦，没事，我看一眼啊，看一眼啊。很厚，好吧？过不了啊！过不了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还掉了！看他一张一张数，很认真啊，兄弟们。比我们数的还认真呀，对了吧？哦，好了是吧？有发票，有单子吗？哦，单子给我。干嘛？我拿个单子呀？华子安排。抽烟了？不要了。
哦，不抽烟。这个啊，这个是小费，206块要小费。走了呀？还没吃啊？我们等一下还可以吃大酒店的呀。吃什么？吃大酒店啊。大酒店是吧？嗯。待会还有的吃啊？嗯，有的吃呢。哎呦，谁啊？卡哥。哦，卡哥的水友是吧？啊、哦，卡哥水友。啊，卡哥水友。啊。我正在看你看直播，好久看直播。不是，别讲了，我好久。老演员，合一个，合一个，合一个。老演员，嗯，好，老演员，老演员，这个是个老演员。那吃根薯条吧，啊，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你的，来根薯条吧。好、啊、好，谢谢谢谢。这个自己人，自己人，对呀、啊。红牛就知道了，兄弟们，是个老演员了啊。可以的。嗯、啊，抽个华子，抽华子。华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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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华老演员，我觉得你们两个更像，更像兄弟。OK。哇，帅卡哥！来给你们看一下，哎呦，帅！那个烟不要掉了啊。烟标掉了，烟标了。我的是华子，你那是雄狮呀。狮子。那是狮子，嗯，可以啊。帅，你的手机美颜好厉害。好厉害吗？我反正就是帅，好吧。不是。咋了？你怎么今天四个小时？我打工了呀。什么打工了？车呢？车没了呀。车在地库，车在地库。走吧，我们。我们先过去了。好好好好。我再喝一口水，再喝一口。刚才钱数对了吧？对了对了对了，没数错吧？嗯。你这烟不要了吗？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。走吧，自己抽了啊。走吧。不懂，来一张这个装扮啊，多少？啊，七百一次，啊，七百一次，张总。来，张总。好好好，不走了啊，啊，拜拜，感谢冷风八卦，谢谢大哥。这也是小象的啊？谁啊？小象的是吧？哦哦。别笑，好像错了。啊，好，拜拜。拜拜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我那个小象一哥啊，来拜码头了是吧？小象虎牙一哥啊，哎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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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要不要装逼啊？要不要装逼就把车开上来是吧？把饮料，我们走回去把饮料放着，假装。哎，我们刚才饮料是不是掉这里？要不要装？就问你要不要装？刚才隔壁那一桌很看不起我们了。那但是他们有人坐了那个位置。你直接放吗？我直接放前台。我这哎，小姐姐，我把这两个喝的放一下你店里，等会过来拿好吗？放一下。等我过来的，哦，谢谢你啊。我等会要回来拿饮料的。啊，他是为什么跟我说拜拜吗？准备装了哈，就这样咬着钥匙去的是吧？啊，没有没有，刚刚走出来的时候咬的。那
真不熟，刮了碰人，不好意思。你说真的刮了碰人，小姑不让我赔，我表弟又不让我赔，那你心里过意不去的呀，是不是？我让你赔的，啊，我一定会让你赔的，你放心。自己开吧。啊？我们应该走的。哦，不下不去啊。走里面。哦。我想洗把脸呀，兄弟们。那里可以洗啊。那个喷泉想洗个脸啊，兄弟们。你也想洗一个？油了，洗个头吧。哦，那算了，我不洗了，你洗吧。我洗了，这个脏东西又没了。啊？你是我粉丝啊？对，我刚才看见。哦哦，你好，你好。他看见你跟哥姐拉着我就跑过来了。啊，我看这不是来，这不是来了吗？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，抽这个，抽这个。不用不用，谢谢谢谢。不，这不抽啊。我下去开个车。下去开车。对的。哦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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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取个票什么意思啊？指个道。指个道，哦，我可以自己找的。哦，好嘞。哦，好，拜拜拜拜。哦，你冲个脸啊。哦。哈哈哈哈哈。走啊。这里行，这里行。我操！我操！哎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呀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应该是男女朋友呀。我问一下啊，我那没事没事。哎，帅哥，这是你女朋友吗？嗯。哦，我搞传媒公司的，我看一下。嗯、你在拍那个某音吗？哦，不啊。怎么了？啊、你们是、啊？我搞传媒公司的，我要看一眼。啊。啊。他女朋友。女朋友，女朋友。女朋友。啊，他女朋友，女朋友就算了，我不是女朋友，我就找搞传媒公司加一下。有女有男朋友了就算了，那种不能把有男朋友的女的挖过来做主播骗粉丝吧。那你说刚才男的直接说有男的交给我。我要绿码吧。那个。OK, 啊。好，在这杭州呀。跟他妈妈在一起啊，这是跟他妈妈在一起了，我们不要搞了，真的跟他妈妈在一起。长得很一般啊，兄弟们，这不是一般的一般。哎呦，不是，你不要，这不小心掉的呀，我操，真的是不小心掉的。真的是不小心啊，兄弟们！我一弯头，这个华子就掉下来了。怎么下去啊？我们是不是走错了？你直接往地哦，往那边下去。对，我们刚才是从这边出去。哎，这有 LV 啊！啊？看一下 LV 有没有什么新款 ？LV 啊，他肯定把你赶出来啊！LV 里面不能看不起，我买不起，表弟你还买不起？我买不起，我是真的买不起。不应该吧？我是真的买不起。那你能帮我在 LV 门口拍个照吗？啊，可以，我给你 LV 门口拍个照。我给你在 LV 的门口拍个照吧，就站在那个立标边上，好吧？也算来过了。把我手机拿来。啊。然后怎么拍、啊？就让他们截屏就行。哦，行，截图是吧？啊，好。哎呀，这个 L 到这里拍吗？拍个照是吧？好了，摆 pose。对了，
哎，那有个 LV， 你站在那个 LV 的正门口吧。那我们拍个照。总给你截个屏啊。嗯，好了，好了吧。啊，不能拍照。啊，不能拍照吗？啊，不可以拍照的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嗯，谢谢啊。不可以拍照呀！不可以拍照。拍上了没有？拍上了，截图截好了。嗯、发给我啊！这个我要拿去当那个封面的。不是，简介、哦，个人简介。哦，个人简介。嗯，粉丝有多少？然后你看平常直播的照片，就看上去很高大上。然后商务单的话，报价可以多报好几百块钱。看不起就看不起，你的风格比 LV 更上流。没办法呀，我们是打工的呀，拍个照肯定不能乱拍的呀。啊，我给店里消费他也不让你直播。 对不对 LV 不让，对 LV 是不让。我跟你讲，他就是这么，他也不缺你一个客人，就很简单。好像是啊，还有下面。对，我们往前面走吧。就我跟你讲这么简单，他不缺你一个客人，你不要消费到你几万块钱几十万他就觉得你就很牛逼，除非你把整个店都买了。手表还给你。我不可以，我是个屌丝呀，我不可以。拿得好重，手表、哦、手表拿得很重吗？你不带了？太疼了，不习惯。我带吧，我买不起啊。美国啊，完了。接下来是最精彩的找车节目，找不到地方往哪边去啊？那别人可以直播，别人牛逼啊！我操，没有他那个关系吗？他是大客户，好吧？我给他一根华子，他能给我进去拍个直播吗？不能。哎，不能是吧？华子都不给用了，现在。华子加狮子可能可以把它摆平。啊，华子加跟狮子，搞个华子是吧？就可以是吧？哎，我们先付一下停车费，好吧？要注意要先付停车费了。嗯。停车费在哪里付？楼下，就下面那个。好。对，下去。这个不错，兄弟们，这个男的是女朋友不错。嗯，那我过不去了。我已经看到了，我进去了，我前挺近的啊，车前那里可以。先付个停车费，啊、嗯。那个我付个停车费，这记 N A A。这机 NA 230，10块钱。哦，10块钱是吗？现金可以吗？可以的。哦，等一下啊，10块钱。不需要。可以了。哦。不是，这华子老是掉，你知道吧？这放在这里一弯腰，华子又掉。这跟我跟你讲，不是，是真的掉。你看啊，你吃饭一遍啊，你看啊，就蹲下来，华子就掉了，是不是？这没办法，兄弟们，不是想显摆，就是真的要往下掉。学会了是吧？啊？什么？玛莎拉蒂啊？哦，那钥匙呢？启动一下啊！
踩了不踩了，这里啊不太好，我们走吧，我们要拿红牛呀，红牛呀，我本来就不会漏油啊，拿红牛啊，走呀。我没驾照呀，但是我不开呀，我又不开，你把底层开下，底层开了，已经开了，对的，空调还挺凉快的，